没性了，高跟鞋好像不是这么穿的了。没错，我穿着能走，那不就是吗？没毛病。穿高跟鞋走，这个走的可好看了。我手秀比这个高跟鞋喜欢了。你是个脚尖先着地啊？嗯，我觉得可以试一下。脚跟重心往后一点，就是膝小腿先蹬出去，之后稍微脚跟先着地。走。对，自然脚后跟先着地，对，好看，就是脚落地的瞬间把膝盖蹬直。你可以弯着腿出去吗？就弯着膝盖出去，对，弯着膝盖出去，然后蹬直，落地的瞬间蹬直，快点落地，对，然后重心要在中间，屁股、大腿要加强，就是全身要使上劲，腹肌。肚子、腰使上劲儿才行。好吧，我先练一下。就穿高跟鞋的时候，一定要吸一口气在这里，然后呢，先弯小腿，弯完小腿之后，就这样慢慢往下这一次练习。对，你这还是棒的。穿高跟鞋一定要保持优雅，不能慌张。学会了吗？